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与社会的不断进步，制造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，传统的制造工厂亟待改革与转型。我叫陈宝华，我今年40，我来自贵州的。我离开家乡到外地一共有23年了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，应该是一次，就是春节的一次。我家里两个，大的13岁，小的7岁。想自己的孩子。我们希望集大家的力量，一起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。希望这次的工业革命成功以后，参与其中的住宿人和我们的下一代，不再需要因为讨生活而背井离乡。